战斗即将开始，十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准备战斗。来对决吧。鲜血会染红我的刀刃，明智的决定。悉听遵命。天赋，尝尝我的刀刃，明智的决定。各位英雄，收集贡品，就能获得我的青睐。这个英雄，我死了。悉听遵命，你的鲜血会染红我的刀刃。鲜血会染红我的刀刃。悉听遵命。来呀，那一定很痛。双杀，双杀。哦，我真希望手边有打火机。趁还有机会，我很满意，快去找治疗火犬。看看这一次谁先收集到足够的贡品。为了荣耀，
了解。我受够了你们可笑的战斗，收集贡品，赢得我的青睐。我要挽回氏族的名誉。天赋，遵命，把这个傻子轰出场吧。为了燃刃氏族，手法利落。哦，我真希望是这样。为了荣耀，大剑士隐身。哦，我真希望手边有打火机。大丈夫能屈能伸。选择天赋，你们获得了我的青睐，各位英雄，让你们的敌人尝尝我的怒火。诅咒结束了，看看下次是谁会获得我的青睐。我要挽回氏族的名誉。
占领这个佣兵营地。尝尝我的刀刃。天赋哦，我真希望手臂有大武器。三杀，他你的鲜血会染红我的刀刃，我的刀刃满足了。哈哈哈哈，很好，打得漂亮，摧毁要塞。同意。我受够了你们可笑的战斗，收集贡品赢得我的青睐。哈！同意。明智的决定。看看这次谁先收集到足够的贡品。一决胜负吧。所向披靡，我要把你视作敌人。大剑士隐身，大丈夫能屈能伸。收集贡品或是面对诅咒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明智的决定。占领这个佣兵营地，我要挽回氏族的名誉。选择天赋，
为了燃刃士卒，摧毁要塞，摧毁要塞，打得漂亮。你的鲜血会染红我的刀刃，我的诅咒。各位英雄，看来你们学到了不少。MVP。